山东好汉，美名扬，脍炙人口，传四方，竹板打得嘎嘎响，说的故事想叮当。哎，那位说了，老头你说什么呢？别着急呀，听我慢慢往下说。哎，看看您的嘴。话说胶中的地界好，物产丰富，快点，进去了。勇敢，安全，走，走，无赖是不踢人字旗，踢人来自关东军。 关东军从何处来？他就是跨海广东倭人居。倭人蛮夷为教化，烧杀掠夺夺人妻，胶东的百姓多受害，水深火热遭人欺。正在这时，救兵到，八路武装保地方，四方武林齐响应，英雄好汉是聚义堂。 中华儿女血性起是唤醒雄狮谁敢欺，鬼子汉奸齐颤抖，日本天皇快断头。咱们神州和平有日期，八路的功劳数第一。您拿好啊！您看我这都是新的花盒。我说。 那黄明峰、苏楚乔真有那么神？子弹都打不到他们？那是，我跟你说，小鬼子听到他们的名字都得吓得尿裤子。可我听说他们被日本人给杀了。听谁说的？近乎说，这些个大侠个顶个都是绝世高手，小鬼子能杀了他们？快，太君，行，给我围起来。哎，太君这边，哎，哎，起来，你快站住。 你们要干什么？太君，我们都是良民。你们这些说书的，散播谣言、胡说八道、辱骂皇军，还敢说是良民？都给我跳好了！皇军说了，凡散播谣言者，一律当乱党抓起来。好。
别跟他们废话，全部带走。抗日义侠美名扬，我们胶东儿女不甘落后齐上场，醉侠现身咱小镇，今天就要轮到你。好，板哥，混蛋。老板，来壶酒。啊，好。给。今儿怎么还不上来呀、你干嘛老跟着我？三呢？姑娘。咱家那几亩地。姑娘，姑娘，别走，别走。那我一看你就知道你是个好人，我就是想喝酒。哎，你看我这酒壶里酒都空了，酒瘾又犯了，那身上又没有钱，你这酒给我一口，就一口。不行，就喝一口。老汉，我今年63，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练就这一副薄嘴皮。今日说书，我这不图名来不图利，只为告诉鬼子一句话：我们中华儿女不堪耻辱来杀敌，死有何惧？大哥，说书的，你混得不耐烦了？呸！八嘎！你不能去，你现在不能过去，快快！老婆，我再也不喝酒了，这次你就饶了我吧。啊，这书说得好，老头子，这是没心没肺的，没心没肺。干爹，干爹。干爹，干爹，干爹，你醒醒啊！怎么干爹？大爷，来来来。这不是来了吗？来嘛，上去。咱走了啊，回去吧。过几天还来啊。站住！你这家伙，也不瞧瞧这是哪里？是你来的地方吗？快滚！这不是百花楼吗？爷们儿来的地方，没错。这不是白天那个臭要饭的吗？你小子，自己找上门来了，走。哎，大哥，白天我就亲了中华姑娘一口，这不，我想来好好跟她亲热亲热啊。你们这些狗眼看人低的家伙，闪开！哎呦，这位爷一看就是真人不露相啊！拿着，给我来两壶好酒。好嘞，爷，里边请。我给你介绍几个新来的姑娘。哎，姑娘们，招呼着啊！您最近怎么一直都没来呢？我这不是来了吗？这得罚你。喝不喝？喝。来，亲一下。爷，您要的好酒。春花姑娘呢？春花姑娘就在隔壁，一会儿就过来。让她快来。哎呦，大爷还是个急性子。哎呀，别浪费了。杀人了！杀人了！走了，让人截胡了。奶奶的！
杀完人了，要我替你擦屁股，你太不够意思了吧？哎，你别走啊！哎呀！兄弟，你又欠我一个人情，我要求不高，来壶好酒就行。哎，兄弟，兄弟，我的好酒呢？人呢？你跑哪儿去了？一晚上欠我这么大的人情，给我来壶好酒都不愿意，小气，喝我自己的。这百花楼的酒真他娘难喝。还以为是谁呢，原来是个日本小娘们儿。一二三四，还带了四个帮手，看起来长得不错，比那百花楼的春花姑娘长得还漂亮。怎么着，要不你过来啊，让爷好好的疼疼你。哎，我可告诉你啊，本爷可是大名鼎鼎的醉侠蓝如剑，给我上！真难听，用不着临阵磨刀吧。四个伙计太差了，简直就是废物。知道我祖师爷是谁吗？祖启儿。
我师父说过，不能打女人。出中国！我说你也来得太晚了，我的酒呢？哼，哎，我说你，那珠子有毒。那个黑衣人是什么人？竟然用这种下三滥的武器！不可能，我是亲眼看见刘天胜死的。难道是女妖？她还没有死，一定是她。师妹，你刚才为什么要走？你小看他们了。要是我的左手还在，可是我们有秘密武器吗？用这种丑陋的东西杀人，丢尽我们日本武士的脸。师妹，你不要忘了，我们对付的不是中国武术，而是天皇的敌人，大日本帝国的敌人。我们到这里来，也不是为了同中国人比武，而是为了征服这个国家的圣战。春熙，你早已不是单纯的武士，而是帝国的战士。够了，师兄，我知道自己是谁。他至少可以保护你。师父走的时候千叮咛万嘱咐，这也是军部为你特旨的初衷啊。我跟黄明峰斗了一年多，没有这个东西照样活着。油库一战，虽然因为土肥原那个败类我没能守住，但是我也让黄明峰付出了惨重代价。至少我可以肯定，绣花针和杜大鹏都死在了油库。现在女妖已经出现了，我相信黄明峰不久也会出现。师兄，师父什么时候到？估计还有半个月吧。而且这次从国内带来了十个顶尖高手。太好了，这一次我一定要杀了黄明峰，为高岛君报仇。师妹，
我们青龙会这次在军中的地位受了很大的动摇，所以我们一定要打败黄明峰，挽回你帝国战化的声誉。师兄，你放心，这一次我绝对不会让师父失望。这是谁？苏楚乔。明天一早，我要看到这张画像，贴满城墙。好，我马上去办。哎，我知道你是谁。你不就是那个说书先生的干闺女吗？啊？不过有一点我弄不明白。哎，那绣花针你是怎么会用的？那应该是刘天胜刘大侠的绝活啊。哎，你叫什么名字啊？别跟着我。哎，你不告诉我名字，我去哪儿找你啊？你还欠我一顿好酒呢。酒呢？拿来。我还救了你一条命。那就更得知道你的芳名了，不然我怎么报答你的救命之恩呢？让开，否则别怪我对你不客气。我要是不让呢？你不让就不让。画骨绵掌，你是女妖苏楚乔？我就说嘛，小鬼子说你们都死在山西了，老百姓不信，我也不信。再说昨天那女鬼子那两下根本治不了你。你是说我是女妖苏楚乔？对啊。哎，我说你就别装了，虽然刚才那一掌你只用了三成功力，但要不是我躲得快，昨天晚上你就算是白救我了。再说了，这普天之下能把这化骨绵掌练到这层境界的，除了女妖苏楚乔之外，绝对不会有第二个人。苏女侠，苏女侠，闺女，你刚才上哪儿去了？干爹，女儿已经给你报仇了。什么？你说什么？闺女，我已经把那个鬼子给杀死了。你说什么？你杀了鬼子？你杀了他们，他们能放过你吗？快，快换了衣服，赶快走，快！哎呀，去！哎呀，快去！你快换衣服，我帮你收拾好东西。干娘，什么事啊？今天有人说我是苏楚乔。各位乡亲们。各位乡亲们，我现在宣布个事儿，昨天晚上这两个人杀了皇军副部大佐，如有发现者呀，马上举报，皇军赏10块大洋。听明白了吗？听明白没有啊？可是10块大洋啊。站住。干什么呢？哎，军爷，一出来就丢人信，还不赶紧挡上，吓着军爷了。哎，军爷，对不住啊。站住！
拦着那个女人。嗯，围起来。苏大侠，你叫谁？当然是在叫你。你要去哪儿啊？回城里，我要杀了那个女鬼子。哎呀，你别开玩笑了。就算你真的是苏楚乔神功盖世，你也杀不了那个女的。先不说他们山部特别行动队里高手如云，就单单你这个长相，啊啊，我没有其他的意思。我就是说吧，你这张脸啊，太容易被人认出来。你信不信？我跟你只要一进城。就会有无数枪口对准我们，我们瞬间就会被打成筛子。要不然，我们先找黄明峰吧。我不认识他。哎，你怎么可能不认识他？他是你们敌后突击队的老大。说不认识就不认识。哎呀，哎，你是不是非去不可啊？那要去也要找到黄大侠跟他商量一下吧。要去你自己去，我可不想跟你去白白送死。等等我！大哥，好，简直就是空中飞人呐！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们纵队的司令员刘司令。啊，他就是鬼魂铁虎。铁虎向刘司令问好。好，铁虎同志，你现在已经是一名八路军战士了，收起来。八路军战士呢，就应该有八路军战士的样子。铁虎听令，向司令员敬礼。刘司令，敌后突击小分队铁虎向您报道。好。不错，铁大侠，走，咱们过去说话。好。来来来来来，刘司令，这边坐。啊。怎么样，伤都好了吧？报告刘司令，伤全好了。啊，坐坐坐啊，坐下。啊啊，刚才一看你的身手，就知道你应该恢复的差不多了。照我看呢，怕是比以前更厉害了啊。你觉得呢，铁虎？还行，大哥。在养伤的这段时间，我一直在琢磨师父教给我的功夫。嗯，有了一些心得，轻功好了很多。好，这说明啊，你悟透了师父所教的心法。手指上的功夫呢？还没有试过。刚才我还以为你把鸽子捏死了呢。鸽子不欺负活物，它很善良，不该死。说得好，自古侠客都是胸怀大爱之人。铁虎同志之所以成为侠，名副其实啊。谢谢刘司令的夸奖。铁虎只是觉得，不该做的就不做。好，说得好。善者都是由心而发，装是装不出来的。嗯，铁虎同志，听说你的鹰爪功可是如雷贯耳啊，今天能不能让我这个司令员开开眼呢？我，啊，大哥，我，怎么，你连司令员的面子都不给啊？哦，不不不，不是，我是怕司令员看笑话。嘿，那就更应该露出点真功夫啊！啊，既然刘司令想看，那铁虎在这里就献丑了。好好好。嗯。
刘司令，啊，献丑了。你谦虚了，你的鹰爪功名不虚传呐。啊，我看呐，是比以前更稳、更准、更狠了。要是大鹏扔的砖，我就不一定能抓得住了。啊，明峰啊，铁虎，你们也不要太伤心了。刘天胜和杜大鹏都是大英雄，人民不会忘记他们，他们的英勇无畏和献身精神正激励着我们全体军民以更加饱满的斗志和信心投入到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战斗中去。我一定会给他们报仇。好，铁虎，我跟你说，大哥，是不是有新任务了？黄营长，黄营长，胶东的地下党传来消息说，他们在威海发现了苏楚乔。苏姑娘，嗯，太好了。小钟，马上给铁虎办理出院手续。是。借光借光，冰糖葫芦嘞！哎，来，客官客官，哎，您这边坐。这小日本最近还挺猖狂，你们听说了吧？鬼子在湖北那边打赢了，打垮了国军一个军呐，不是一个军，是几十万人呐，几十万人。这守浏阳的国军呐，虽说没把这浏阳守住，可这鬼子也被打死好几万呐。是吗？不是几万，是十几万啊。十几万，国军打得非常英勇，要不是供给线被鬼子掐断，最后弹尽粮绝，小鬼子死再多人，他也拿不下浏阳城。哎，国军这是孤立无援呐！听说这浏阳城外是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呀！哎呀，老人家，别叹气，只要咱们中国人团结一心，这些小鬼子蹦跶不了几天。说得好，这小鬼子呀，长不了。对面屋顶有人，待会儿可能有情况，看我的眼色行事。会不会是苏姑娘？要等她出手才知道。雪飞，你没事吧？怎么样？哎，雪飞，
山木。